财团法人台北市台湾省城隍庙十八日捐赠彰化县警察局壁盾371面。县长王惠美感谢台湾省城隍庙的善举，让第一线执勤员警的安全更受保护。爱再再感谢咱这个啊省神王哦，这个为当时会啊搞神王的这个慈悲哈啊照顾大家这个精神，国更加发扬光大，再次感谢。所以说，我就马上拜访我们董监事会，那就通过说来见证这个，非常有意义的啊，这个警察同仁的这个防护，装备。黄县长感谢荣誉董事长詹林权把城隍的慈悲精神发扬光大，仅用壁盾比圆盾更为轻巧，且与手臂结为一体，易于携带。警察局将于21日将全面配发，让员警们更安全，民众更安心。公益频道张华云彰化采访报道。